脖子又到咯。这个是32公分的韩国麦饭石炒锅，而且啊，这个32公分它是生炒锅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很生哦，它是生炒锅。然后它使用麦饭石，它这边有一些纹理，它可以让那个在煎煮的时候呢，增加你的锅子跟食物之间会有一些空气，而是它是用物理的方式去做不粘的，物理方式不粘，所以你就可以比较少油，使用少油少油烟就比较健康。那后面这个背纹，它可以就是增加你的加热部分，它会来得更均匀的受热。然后还有一个锅盖，它锅盖出货的时候外面会多一个保护层，就是为了要预防在运送的时候它会碰撞，把它拿下来就可以直接盖下去了。它锅盖还蛮沉的，这样。然后还会送一个锅铲。就有锅铲、炒锅加一个锅盖，那它的锅盖是可以立起来的。可以再看一下这个里面的纹理，麦饭石的纹理，而且它非常轻，一只手就可以拿起来，一只手可以拿起来。那后面做均匀受热，上架喽！